亮姐姐可不可爱啊？谢谢。那彩虹姐姐头上的花漂不漂亮？不知道今天阿碧跟大力会是什么装扮呢？待会就会知道喽。我们今天的装扮是猫抓老鼠，喵！大力鼠，你别跑这么快嘛！阿比喵，我想你永远都抓不到我，好好玩了，真想赶快去妙森林参加森林 party。小朋友，那你们扮演的是什么啊？好多好可爱的瓢虫哦，相信等一下的森林 party 一定会非常热闹又好玩呢。对呀，而且船长也很可爱哦。那猜谜完我们就可以去玩了。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吧。谢谢船长。树，大树。今天要猜一种喜欢住在树上的动物哦。这种动物它喜欢爬上爬下，是一个爬树高手哦。小朋友想到很多会爬树的动物哎，好厉害哦。咦，哇，看来小朋友今天的答案非常非常丰富，要加油了。再给你们一个提示，这种动物啊，它不只是爬树高手，而且啊，它还喜欢啃树皮、咬树干。啊，大树好可怜哦，秀秀。会爬树又会咬树的动物，大家赶快想一想哦。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，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，哈哈哈，你们猜不到，你们。刚刚想了很多的答案，哪一个才会是正确的？没关系，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个提示。好啊，那请船长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哦，毛毛的大尾巴。其实这种动物全身都是毛茸茸的，还有非常柔软又保暖的大尾巴。咦，这种动物喜欢在白天出来找食物，像是植物的种子啊、小花啊、小虫啊，哎呦，反正什么它都喜欢吃的啦。秋天到了，它们喜欢把食物储藏在地下、树洞或是脸颊里。呀，就像这样。啊呜！哇，好可爱的动物，小朋友好像都有答案喽。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到，猜不到猜不到，永远猜不到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答案是什么？好，我们的答案是松鼠。哦，是松鼠吗？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吃东西脸鼓鼓，全身毛茸茸，有着大尾巴的爬树高手就是松鼠。啊，他们答对了！耶！帮自己拍拍手！耶！可爱可爱！哦哦，宝物是他们的啦！怎么又失败了？真是叫人伤心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运还是不来临。海盗们，是
败的惩罚吧。今天不是用墨汁处罚哎，可是他丢松果也很痛哎。没关系，不喷墨汁，这样我们脸上的动物妆就不会脏脏的了。哦，对哈，所以船长是个大好人喽，好贴心呢。那我们赶快去参加森林 party 吧。船长，我们一起出发吧 ，Go！ 哎，叽叽叽，喵喵。
完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冤枉啊，法官大人！我根本没有虐待我们家的狗狗布布跟跨嘴，一定是误会。你要明察秋毫啊！安静，安静！传证人甘柳丁。是，法官。走。小力一点。证人甘柳丁，请你把看到的一五一十，一五一十的说出来。是的，法官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记得8月15号那天晚上，我正要从漫画店回家，然后啊，我就先去便利商店买饮料，然后啊，我就去便当店买便当，然后我记得我买的是鸡腿饭，然后买完便当之后，我又去买甜点，然后我记得是巧克力泡芙，然后买完甜点之后，我又去休息。等一下，然后请说重点。哦，是。然后啊，我记得当我经过被告家门口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家的狗狗鼻子是干干的哦。要记下来哦，被告林香丸，你还说你没有虐待狗，难道你不知道狗狗的鼻子要湿湿的才健康吗？我家的狗狗鼻子干干的，可是为什么狗狗的鼻子要湿湿的才健康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呀，警察小姐，你可睡了嘞！狗狗的鼻子为什么湿湿的才健康呢？那是因为啊，他说，因为狗狗和人类是不一样的。他说狗狗的汗腺只分布在三个地方，那是哪三个地方呢？他说狗狗的汗腺只分布在鼻子，还有舌头，以及脚底。他说狗狗的鼻子会湿湿的，表示它们在冒汗，也是健康的表现哦。狗的鼻子只有在睡觉或是生病的时候才会干干的。哦，他说这个时候你们应该说，哦，原来如此。Great， 你们说的好极了。哦，他说，哎，你说什么啊？阿布，你的鼻子怎么干干的？你是不是不舒服？发烧了，赶快找医生！医生，我就是医生哈。阿布，我就是医生啦，我只是忘了而已。我是医生哦。母鸡，你也环保，我也环保，大家都环保，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不会减少，你也减碳，我也减碳，大家都减碳。不要
不忘减碳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减碳一二三，轻松愉快减碳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减碳一二三，天天不忘减碳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减碳一二三，轻松愉快减碳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减碳一二三，天天不忘减碳一二三。功课写完了吗？看悠悠点点名，放松一下吧。为什么今天我的发型感觉总是有点怪怪的？怪怪的。为什么本来笑得甜？下方的双门跑车或是超级跑车，如果你不是情侣而是夫妻，还想要带着全家大小一起出去玩，没问题，那就可以选择紫色的加长型轿车或是绿色的大型休旅车，是不是都非常的棒？准备要把哪一台车带回家了吗？啊？什么？你们的预算不够啊？那就只好搭最大台的粉红色公车。没关系，多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，不但可以节能减碳，还可以一起爱护地球哦。没错没错。哇，心想，我觉得你画的车车好棒哦，我要帮你拍拍手。我觉得我们介绍的也非常的棒哦。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。彩虹姐姐，超级跑车要出发喽！准备好了。可可猴动动脑，均衡贴。应该都准备好喽。柳丁哥哥，你在干嘛？怎么这么多的食物啊？可可猴，因为妈妈等一下要煮饭呢，所以我在帮她准备食材啊。这样啊？哇，有好多种类的食物哦。对啊，因为妈妈说啊，要健康聪明的长大，一定要特别注重营养素的均衡摄取，每一种食物都要吃到，这样才是正确的哦。营养素是什么啊？营养素就是维持我们健康跟生长的元素啊。那营养素有哪几种啊？营养素有六大类哦，包括了五谷根茎类，还有奶类，还有蛋豆鱼肉类，还有蔬菜类跟水果类，还有油脂类。每一种类呢，对我们的人体都很重要，所以我们每一类都要吃到哦。那有一些小朋友，他们不喜欢吃蔬菜，只喜欢吃汉堡、炸鸡，这样是不是很不好啊？这样真的很不好哎，因为如果只吃这些油腻的食物的话，不但不健康，而且还容易发胖。那像是蔬菜、水果，或者是谷麦片这些食物，跟这些高热量的食物比起来，都是比较低脂的食物哦。对啊，我最喜欢
欢吃水果和谷麦片了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健康啊。均衡饮食很重要哦，一定不能只吃某样食物，或者是挑食不吃某一种食物哦。我知道，这样才会健康又聪明。对呀，所以我们要做个健康均衡饮食的好孩子。耶！